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霖，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基岛森林的观众朋友们，然后我也要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还有观众，陪我走完这四趟旅程，成就这一段意义非凡的时光。希望基岛森林的观影经验可以融入到大家的生活里，让与自然共存成为大家生活的日常。谢谢。一直以来支持基岛森林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播吗？我很怕他又骑上来。一直以来支持基岛森林的观众朋友们，也谢谢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们，阿富利还有观众陪我走完这四趟旅程。不好，我不写我一直被打断。我走完这四趟意义非凡的旅程，当然还有阿富利。唉，最后一次很赞，是没机会录自己了，我告诉你，早点掉了。走完这四趟精彩的旅程，拜拜，成就这一段再一次好了，没关系，他走掉了。